人生的遇见就像旋转木马，没有人知道下一个机会什么时候会轮到你的面前。破茧之前总要经历蜕变，蜕变开始难免面对挑战。无论是歌手或者是主播，不一样的舞台，更多角度的尝试。我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慢慢成长。我是冯提莫，我只做最好的自己。2018娱乐盛典年度十大巅峰主播冯提莫，再次恭喜我们斗鱼的荣耀冯提莫。其实提莫也已经陪伴小蘑菇们，陪伴水友们很久了。是的，除了他会当一个点唱机之外，他自己也出了非常多的脍炙人口的代表作。确实是，而且呢，咱们都知道啊，提莫已经正式的进入演艺圈了。现在在行业里，在圈里边，有很多朋友都在提到冯提莫这个名字。我相信在这一刻，在2018年，他也有非常多的收获。在这一刻，再次拿到了我们的十大巅峰主播。我们请提莫来到我们的感言区，与各位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冯提莫。非常开心斗鱼能够颁给我这个奖项。当然我最感谢的还是一直陪伴了我4年多的观众还有粉丝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在4年多我们成长了很多，大家也跟着我一起成熟了很多。我知道在2019年还有未来的道路上，还有不断的会有很多质疑，或者是会有很多挫折，但是我不怕，因为我有你们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再次祝贺冯提莫。目前提莫留步，请来到我们的身边好吗？谢谢。看到我们小蘑菇们这么激动，看来是要送一点福利给大家呀。咱们给蘑菇们更多的机会啊，可以在现场更多的看到冯提莫。恭喜您获得了这么好的奖项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有一个任务要麻烦您跟我们一起来完成了。咱们还有今年的娱乐盛典最后50,000的鱼翅，对吧？这到底多少人可以得到50,000的鱼翅呢？咱们就请您来给我们做决定。我觉得这么多鱼翅的话，我们干脆就不要分给别人，我们就抽给一个人好不好？一个人拿50,000？对。行，您说了算，冯提莫决定最后一轮50,000鱼翅一个人获得。这抽到的水友可真是太欧气了。真棒啊。欧气是什么意思？欧气就是非常幸运的意思。这欧气太棒了，我又学习了特别的欧气。那咱们根据原来的规则呢，要有一个关键词来进行弹幕抽奖，您给我们定个关键词。我觉得弹幕大家刷出关键词十大巅峰荣耀上线，然后就可以参与50,000元鱼翅的抽奖了。十大巅峰荣耀上线，各位听清楚了吗？这一刻赶紧让弹幕开始为您带来幸运啊！谢谢我们的提莫，发了那么多奖，今天非常有感触。其实呢，获奖的主播每一位都具备相当强的实力，就像提莫一样，非常期待会有更多的节目，我们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合作啊。那提莫待会儿还要给大家演唱最近刚刚首发的单曲《新型宇宙》，对不对？来，赶紧去准备一下吧。好，那要奖杯我先替您收着，一会儿给您收下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咱们给提莫加加油好吗？来，所有的蘑菇们。其实